最早哈，哎，刚好是有讲的哈，最早就是一群用 Scratch 来玩 Arduino 的老师，啊，那后来呢，哎，后来为了，因为我们这个社团发展的太好，好，我们出去上课啊，那个学生老师都听得懂，就非常喜欢我们哈，所以我们发展的越来越快，越来越大，那。所以我们的祖师爷哈，我都叫范玉平祖师爷哈。好，祖师爷就说，那我们的名称，因为我们现在玩的就不止贵学跟 Arduino， 那包括四轴飞行器，包括 3D 电影、镭射切割，啊，儿童程式，Scratch Berkeley 或是 Arduino 7697，啊，8266这些我们都有在玩。那所以几乎所有的科技领域，啊，都被我们包了哈。那我们 S4A 是目前全国。好，不管是学术界还是这个产业界，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一个社群哈，就相当于在教育界里面有一个叫教育部让课，那我们 SCA 社群就是在科技领域的教育部让课的那个地位哈，非常大的一个地位。好，那所以我们现在把它改成叫做 Study for Ability。好，那所以讲白话其实就是。学习进得去，啊，创意出得来，未来都是人才，啊，因为在我们科技里面的教育里面，其实有很多非常困难的东西，啊，你在直接教给小朋友的时候，教给老师的时候，他们可能不是这个领域的，啊，他会很难去学习。但是在 SCA 社群的老师，如果是我们社群的老师去讲的话，欸，其实他们都听得懂，因为我们社群里面。除了这个科技方面的专业以外，还有很多教育方面的专业。那这两个东西结合起来之后，其实我们的一些不管是教学或者是分享，啊，在各县市都非常受到欢迎哈，啊。那所以其实学，这个就是印巴克刚出来之后，他把它叫做素养导向的学习，也就是说我们平常学进去的东西，他都能够体会内化，然后要用的时候都可以用得出来。啊，所以我们的名称现在也还是叫 S4A， 但是内涵已经稍微有点改变了。好，那我们花莲县教育网络中心哈，比较特别的是，自从我们我被借调到教育处之后，啊，因为处长本身非常非常的支持，所以我们的中心主任还有课程督学都非常的支持我们科技领域的创科教育。那所以呢，我们不管是啊，你现在你到那个公家单位哈，你到学校单位或者县网中心，他们通常大部分的哈，大部分都是说，哎，非公家领域的事情我不能做，啊，所以有一些像社群的一些推动的课程，那他可能会跟你说，哎，这不是我们公家的东西，我没有办法帮你推，啊，可是在我们花莲县比较不一样，我们花莲县呢，教网中心。主任哈，肩膀有够硬哈，处长也很体贴，非常的支持我们，所以我们只要是跟教育相关的，啊，只要是跟教育相关的，我们都会帮忙，啊，所以不管你是今天不管你是趋势科技，不管你是这个鸿海，啊，那只要你的硬体能够在教育上有贡献。那不管你是这个老师还是外面的人，那不管你是什么样的课程，只要是科技领域的对学生有帮助的，我们花莲县教育处都可以帮忙。好，那在这个机缘之下呢，我们各位看到四个圈圈哈，所以我们做的就不止教育界的东西，包括产业界、社群、学术界的东西，我们通通都做。那个花莲县教育处就是在那个中间集合的中心。啊，所以我们这些东西都做了哈。那这里面哈，我们因为我本身就是 SCA 的成员哈，那所以我在教网中心在做除了我们县里面本身在推动的科技教育之外，那我们 SCA 这边的我也不放过哈，也是照推哈。那所以很多的西部各县市啦哈，也常常这样就剩三分钟。哦，好，那反正就是后来又被科丁堵到哈，所以又变成科丁的人哈，所以我现在四个就是什么都做了哈。好，那所以我们现在县里面，我们是采普及教育的方式，好，所以我们
就是把尽量把设备铺到学校去，然后我们训练大量的师资，所以不断的各式多元的这个课程一直的开源使用。然后呢，我们这边其实做了很多穿针引线的动作哈，刚刚看到很多企业、很多社群，我们都把它结合在一起啊，资源的互相结合。然后我们也不分国立、私立、公立学校，全部一起照顾。我相信很多县市做不到哈，因为我们以前会接收到讯息，哎，这个是公家的经费啊，那你是私立的学校，我们不能补助啊。但是在我们这边不一样，因为我们教育中心有很多其他外界的资源，所以我们是公私立一起照顾，包括外县市一起照顾。因为我们最近各位可以看到旁边哈，很多海星中小学的老师、主任，他们的课程都推到外县市去了。那我们今年呢，也会在军医哈，等一下军医会做报告，我们会有一个7697的课程上线。好，那讲了那么多，其实我其实很感谢教网中心哈。因为其实我个人很不喜欢当头哈，但是当我们要推这些东西的时候，我要推科丁的时候，我要推 SCA 课程的时候，那个教养中心我会问的哈，哎，我上班时间做这些事会不会怎么样？然后中心主任跟我说放心，没问题，你就做，这个对教育有帮助。然后呢，除此之外他还说，你若欠啥，你就跟我讲，我就帮你处理好。所以我们不管是缺设备缺什么，都我们的中心主任跟我们中心的那个简宏仁大哥哈，都非常的帮忙，只要我讲就有。好，所以那当然我们感谢很多的协会社会的企业哈，包括在场的联发科哦，还有那个鸿海啊，都对我们非常的支持哈，联发科包养我们，提供我们很多硬体哈。好，那所以感谢之余还是还有我跟那个奎汉，我们两个一南一北哈，到处冲撞哈，到处冲撞。那所以中心都提供我们后面的很多的资源。好，那我的报告就到这边，谢谢大家。好，谢谢邱文生老师，那请邱文生老师有空，那我们先请欢迎花莲县教网中心主任许寿亮校长，许寿亮主任请上台。那接下来呢，我们邀请我们科普活动计划的李旺宏老师来帮我们进行颁奖。